二月三号，虽然黎明多次澄清，但乐基儿怀龙宝宝的传闻仍是传个不停。今天某杂志图文并茂刊登怀孕三个多月的乐基儿在美国旧金山安胎，而黎明更是停下手头工作飞往美国作陪。杂志照片中，乐基儿虽佩戴眼镜，但仍难掩浮肿，而身材亦是圆润，像是发福不少。不过乐基儿之后返港时却依然纤瘦，完全不像有三个月的身孕，但她却不自觉用手护住腹部。对于乐基儿的怀孕传闻，黎明经理人陈善之称自己身在内地未能求证，而 Music 的高层王凯文则表示不回应。